我们不一样。2022年拍的时候还是大肚腩，今天发现居然有人鱼线了。是有，主要是有人鱼线了。哇，有了，上面有了，牛牛牛！小胖弟衰落16公斤，逆袭变帅哥，姐姐帮改造，还撞脸陈柏霖。这是我弟刚高考完的样子，这是他考完第45天的样子。目前体重150斤，掉了17斤，维度上腰围从95变到了83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到了一位姐姐呢，在网上分享帮弟弟记录下减肥后的惊人成果，真的太励志啦！今天是弟弟高考结束的第80天整，在这大半个暑假，我都有一直在记录他的变化。今天回头看80千天的他，真的觉得还蛮励志的。很多人可能假期刚开始的时候说着要减肥，但假期都快结束了，有谁真的成功了呢？视频里也可以看到，我弟并没有很严格的控制饮食，他还自创了一套边玩游戏边锻炼的方法。不管有没有效，起码是动起来了。这80千的记录让我感叹，很多变化都不是一蹴而就。就只要你每天改变一点点，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结果。2022年拍的时候还是大肚腩，今天发现居然有人鱼线了。是有，主要是有人鱼线了。哇，有了，上面有了，牛牛牛！大家看一下腹肌是怎么练成的，主要练的都是这几样啊，大家可以。主要是平板支撑是吧？采访一下，练出人鱼线的感觉如何？必须。你好聪明哦，确实有双眼睛。但更厉害的呢还在后头，这位姐姐除了会监督弟弟减肥呢，还会帮弟弟进行大改造。来看看姐是怎么把这个小伙子从这样变成这样的。首先眉毛部分，上下影响美观的杂毛通通修理干净，这是尝试把过于浓密的毛剪短，但觉得挺成功的。洗头吹干后其实已经能看出来区别，吹头的手法就是左侧头发向右吹，右侧头发向左吹，前面头发向后吹，后面的部分打圈吹。妆的话，我会把面中法令纹泪沟的部分提亮，部分泛红的地方遮掉，粉底均匀一下肤色就可以了。上精妆后加深一下鼻影、眼窝和面部轮廓。重头戏发型来了，手法都很业余，仅供娱乐哈。先用夹板把头发夹出波浪形，发泥刷整体造型，定型喷雾，最后定个型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。帅帅的大男孩，完美的身材，要多帅有多帅，皮肤也很白。改造后呢，让网友看了超惊艳，每人处是同个人，好像陈柏霖。还有网友歪楼表示呢，懒得打理就要找个好姐姐，这样的姐姐要去哪里找？只有懒男人，没有丑男人哈。